秦老师好，我是02010号选手，我叫王姬啊，今年大四，就读于安徽师范大学统计学专业。那个，我今天想带来一段唱跳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来。Here can you, Woody Hacky had a cigar, I always love, Sally, now you, Hunting Boat, and cause you do, I always love, Egan, Cacusino, Guy, could I always love? 你干嘛要按铃啊？我多好玩。没有，我觉得好玩，我觉得谢谢行吗？那个我相对我这个人来说，都不容易在舞台上秀出自己啊，这个咱们说可以。但是我觉得是特别不协调，特别不协调。我只是喜欢这个组合，组合啊，你会唱日文歌吗？是，日文还是韩文歌？韩文，对。然后你特意模仿这些歌去学的，你自己不会韩文？对，因为喜欢这个组合。那我能带来一首别的歌吗？慢的。行。好，谢谢老师。你顺着我手心的线，牵着感情的一年，你和我笑得很甜。好，谢谢。老师，我有个小小的心愿，就是我妈妈知道我今天来这个，然后已经有好几个月没见到她，我想就是刚刚下面我写了四句话，我想唱给她听一下，就几秒钟行吗？好，谢谢老师。那个。你不用管摄像头在哪儿，你就唱吧。一年四季的春夏秋冬的变化，带走了多少你青春美丽的年华，养育我从孩提到独自离家，陪伴我一步步快乐长大。谢谢妈妈。这是你自己创作的吗？刚刚在下面想了四句话，我觉得来到这个舞台机会好难得，有点把我唱哭的感觉，很感动。谢谢。我觉得你可以在家里面多唱给你妈妈听，哦，打电话也好，视频也好，多向你妈妈表达一下你的这种感情。好，谢谢老师。